啊，麻烦请尽快就座哈，谢谢。各位同心，我们这节课是由我们事务局的副委员长纪恒昭纪教授来演讲哦，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坐下。So， 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好。好。哦，这么太热了哦。空气呢无啥流通的时阵，老人感觉无爽快，自动爬起来。啊，用走出去外口，吼、哦，唔当中暑，唔当去，迄落休克，安尼就唔好啊，吼、哦，啊，照秘书长的讲法，各位应该对今仔日开始，一千五各位叫做众将官，因为恁今日下晡特别毕业啊。啊！那毕业了后，各位拢是台湾民政府将来的高级官员，恁拢有迄个做高级官员的毕业证书。啊，因为各种现象，互咱会当确定。咱的时间特别高啊，两米就特别高啊。客厅啊，或者各深入给大家介绍。啊，因为咱存无偌久的时间，所以秘书长即摆定来咧问，讲啊，咱准备好未？咱要接证，啊，咱准备好未？各位，恁准备好未？好吧，啊，恁准备啥？准备啥？就是爱准备法律啦。咱是用法律去告美国，用法律要甲美国讨政权回来。啊，将来咱要用法律来管理咱的台湾。所以法律对咱来讲，敢那圣经同款，足重要。啊，因为各位下晡就要毕业啊，所以阁剩的机会无偌济。所以早起我利用这个时间，阁甲大家复习一点啊。基本的物件，哦，初级班的时阵，啊，甲高级班前两天，恁听足侪有关法律、理论、实际、历史证件，真侪。啊，我利用这个时间，小可甲大家复习一下，和大家有一个系统。会当遵循，啊，较容易了解，哦，啊，当然，回去了后，希望各位不但着爱看咱今日讲的遐内容，而且唔通袂记的秘书长迄个新台湾论，无够的部分，啊，佫唔知影的所在，大家请。各现一本册去补充，吼、哦。因为初级班我无上过各位的课，所以恁大家拢唔捌我。啊，我迄个名伫咧乌帮顶头，伫迄个文武顶头，不过迄个无重要。是唔知安怎来的，我嘛唔知。因为我确定我是编补助的。在座可能你们也足多，因为是平埔族的。恁知影平埔族要安怎决定无？
哎，迄个咱的将仪你有无甲大家介绍一下？伊甚至嘛有迄个投影片吼，通过互大家看。上个简单的就是。哦，还是倒手，啊，小可拗翘，啊，你滚头步，唔免你伤大力，啊，伫咧这个，这个所在，有一分，还是两分，有诶较明，有诶较无明，啊，那有迄个分呢，迄就是证明，比无做诶。这是比波族的迄个基因，还是讲咱的迄个 DNA？ 啊，佫一个所在就是讲，卡针马仔，迄个肩胛会劈开，吼、哦，无一定啊劈啊离开啦，吼、哦，小可无变就对啦，迄就是因为是比波族的迄个遗传。啊！昨昏我还阁听一个，讲什么看目睭，目睭看遐落落的，讲伊话是，所以目睭是较歹看哦。啊，手的、啊脚的，即较明显。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有啦，吼、哦。好，我介绍啊，遮位置。安尼，咱来看，进入咱的主题啦，吼、哦。各位同心来遮。来受训，当然将来想要做官嘛，对吧？但是那是次要的，那是附带的，主要是要怎样？咱是要来了解咱台湾的真正国际地位是安怎？哦，啊，因为咱了解了后，先算有迄个机会。替台湾人做代志，将来会当踮咧台湾民政府做高级官员。So， 啊，既然是安尼，啊，大家受训受遐尼久啊，我请问各位，秘书长定定咧提起国际法、战争法，大家还阁有机会？什么叫做国际法？什么叫做战争法？啊，咱要了解咱台湾国际法地位真相。什么叫做国际法？是上基本的，大家爱了解啊。有人知影无？有人会样回答无？敢无人会样回答？就爱我讲啊。哎，我讲的也就，我来咯，无讲煞袂煞嘞。多谢多谢，无论先较简单的啦吼，什么叫做法律？卖想安尼，什么叫做法律？咱日常咧生活，每工拢。跟法律多多少少有关系，哦，不一定爱犯法，对吧？法律是啥？没有错，对。现在咱就爱法律，法律就是要限制咱的行为，还是规划咱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你袂使欺负别人诶，你袂使随便骂人诶，对不？这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在你限制咱的自由，你规划咱的周边的迄个关系，人跟人中间的关系，这就是法律。简单讲起来就是安尼。啊，那知影法律是安尼的时阵，安尼应该各位会当举一反三，下面我做国际法，大概答不出来嘛。国际法就是咧规范国家甲国家中间的关系啦。世界上国家甲国家的关系，袂用讲大国就爱欺负小国个啊，袂使个啊。你有一个规范来规定这个
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这就是国际法。但是国际法跟咱一般的这个所谓国内法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国际法无一个参照一个国家内底有一个立法机关专门伫咧创造国际法。啊，所以既然无一个机关伫咧创造国际法的时阵，啊，你这国际法要对倒来？什么人创造的？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设伫咧荷兰一个城市或者海牙，遐有一个国际的法庭。迄、那个法庭的章程内底就有规定，伊讲国际法法庭的法官，伊要根据什么来处理国际的事务？要来判国际的事务是根据啥？啊，伊所讲的遐，遐根据就是国际法的来源，遐就是国际法。啊，伊咧指啥？头一项就是国际条约，第二项国际惯例，吼、哦，国际上的习惯。是什么？第三，一般的法律原则。什么叫做一般的法律原则？最重要的就是说，契约一定要遵守。你跟人打契约，一定要遵守。如果没有，没必要跟人打契约。所以这就是法律的原则。再来，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吼、哦！你若有啥物特殊的事务，用一个特别法比较，甲普通法较优先，后法比前法较优先。时间的关系，较慢定的法律，迄、那个有效性。较优先，啊！甲拄啊，咱王局长咧讲即个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比什么？比旧金山合约较头前，所以旧金山合约是比开罗宣言较后壁，所以较后壁是优先，毋是头前迄个优先，即、這个道理伫即个所在。过来就是一般的法律的什么逻辑，迄咱拄到的时候，我就搁甲说明，甲大家说明。除了这以外，那是遐国际法官处理国际事务，用以上四项无法度人处理的时候，因会用的应用国际法的专家因的意见，哦。啊，个是因的主张，会当来做判决。不过，这个现象、这款问题，啊，即阵差不多毋捌拄着，真罕的哦。这款现象，但是啊，即阵无一定讲以后无可能发生哦。所以，这就是国际法，就是包括这些。啊，即马过来，什么叫做战争法？战争法是咧教人要安怎战争，是吧？唔是啦，斗败。战争法伫咧后壁，从清河讲叫做领导的国际法，是安怎讲领导，伊是关心着。人的问题，所以国际法是咧，迄、那个战争法是咧，片面还是咧减少战争，那无法度人避免的时阵，和战争的损害减轻，所以这就是战争法。啊，大家可能到我这个所在应该还阁会记的，比如说你嘛不提起啊，
精进法就是包括像1907年的海牙公约第四公约跟1949年日内瓦公约红十字会总章程特别是关于精进的部分跟美国陆军一个战场的手册、哦、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对战争方面的判决，这拢会使甲纳入战争法的迄个范围。OK， 安尼即马大家知影吼，国际法是啥？啊，战争法是啥？因为咱要谈台湾的国际法地位，当然就爱了解啥物叫做国际法，哦，迄是基础。哦，即马过来。咱来进入必须律所提倡的法律的论述，伊的论述的重点伫倒？要来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律讲就爱根据两个，还是两项国际法，包括万国公法、战争法的铁则。敢那铁遐尼定的原则，袂当改变。都两项，初级班毕业的时阵，就一定爱会晓的，爱记会牢的。啊？没有错。好，安尼恁下晡集结无问题啊。迄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占领袂当移转主权，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一项，迄项就是这两个基础，什么呀？领土主权的移转，一定得要有国际法做根据，啊，若无。免讲，哦，所以其实不是干那两个铁则，应该爱讲三个铁则才对。啊，阿恁怎么知啊？咱要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会用一用这三项来了解。阿恁怎么每一项甲提来试看卖？我称呼讲，这三支锁匙要来偷咱台湾国际地位的问题，这个角。啊，咱一支锁匙，一支锁匙，安尼来个应用，来个偷看卖。开始，领土的主权的移转，爱根据国际法。好、哦，啊，咱呐听到国际法的时阵。有关台湾的领土主权，有什么国际法、国际条约？大家还会记得吗？有哪一些？对以后开始讲马关条约是错误，对，就要讲下关条约，哦。因为国际上的条约，拢会使称呼迄个签条约的当地的名。啊，马关条约是伫个日本的下关迄个所在签的，所以应该爱称呼或者下关条约，唔是马关条约，迄是中国人讲的，哦。所以咱以后尽量改做讲或者。下关条约，下关条约是安怎甲咱规定的？你讲到下关条约的时阵，大家唔当袂记的，什么时阵定的？啊，什么时阵有效？哦，什么时阵生效？这日子尽量大家甲记看卖。1895年
四月十七定的，啊五月初八生效的，哦。啊，这个《下关条约》是安怎规定台湾的领土主权？大家应该嘛还会记啊。第二条内底写条的，伊讲中国，这是咱一般的讲法哦，将下开的地方全部的主权，啊个里里口口的遐物件，永久让予日本天皇。哦，啊，下开地方是虾米？伊就来列出来。第一嘞，点点点。第二个，这下台湾全岛，啊个所属岛屿。第三，澎湖全岛。啊，第一嘞，点点点点，嘿是啥？大家会记未？辽东半岛，那就是辽东半岛。啊，是安怎？我才无甲写出来，因为咩啊？日本就爱将辽东半岛，搁害予日本，害害予中国，原因伫倒？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日本就爱害。哦，阿咱即边来看，这是中文的原文《下关条约》，伊家内底就写个足清楚：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订定合约，对吧？所以是因两个订的契约，唔是两个政府，唔是两个中国政府甲日本政府，哦，所以咱唔通袂记诶，这个条约，啊，一定诶内容，就是咧第二条内底，将下开地方永远让于日本，对吧？啊，即卖第一咧，伫遮，奉天南边地方，这是辽东半岛，啊，第二个部分伫遮。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啊个第三澎湖列岛，对吧？啊，人都要讲，日本就爱个将辽东半岛个海河完清，所以咱来个看，这是中文的原本。你看，交还奉天省南边地区。地方的条约，不定一个条约呢，哦，所以日本一个是大清国，我已经把姓起来，哦，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来定这个契约，啊，日本害了后，中国伫咧第二条内底写讲，为着要感谢日本害这个辽东半岛，所以中国个。用3000万两的白银给日本，所以这种白纸写乌字，免变证据伫遮，哦，所以自从满清大皇帝将台湾平乌挂给日本天皇了后，咱甲中国就无关系啊。原因在这，所以伊即马讲台湾安怎安怎，嘿，干他屁事，无伊的代志，唔是伊的代志。啊，这条图你嘛不看，对不？这个就是满清未见效，哦，将中国的台湾挂给日本。啊，其实伊敢若占一部分尔，所以害日本安怎？就爱甲咱的高沙族，建一二十年，
才有法度通征服台湾整体。啊，大家若看到这张图，佮刷到这张，应该嘛还会认呢，听得到？对吧？这肯定的灯塔。啊，现在我要互恁看肯定这个灯塔，这擦啊白白真水，无唔对啦。但是佮前啊迄张地图有关系。大家注意，肯定的多，大家。所以在这个所在，已经无包括伫咧满清的领土内底。所以这个肯定的灯塔所占的这个位，迄、那个领土本来是古沙族的高沙族的。所以满清就爱向高沙族买这个领土，啊，再来起这个灯塔。所以将来你若有机会，过去参观这个灯塔的时阵，你去内底去个看一挂历史的证件，内底就会甲你说明，讲台湾所有的灯塔，敢若肯定这个灯塔有做围墙。普通一个灯塔，啊有电火，啊，好行过的船啊，看到迄灯，就知影讲这是海岸，挖滚海岸，安尼就好啊。为何那条爱个起一个围墙，甚至一个起一个建筑物，这就是军营、军营。以前满清就爱派兵来过这个灯塔。因为这个土地不是他的，他把高沙族买的，啊，所以怕高沙族三国时来个乱，所以就要起一个围墙来顾这个灯塔。所以说起来，咱现在看那个灯塔碎碎，就要想起这个历史，哦，哦，再来，现在日本拿到台湾了，开始经营台湾，大家有听到以前的讲师在讲，台湾的主权其实是日本创立的，因为他征服所有的台湾的古沙族，所以他得到台湾之后开始经营台湾。在这征服了1991年的时阵，到啊1937，伊就开始建设台湾。迄个时阵，英国号做内地延长时期。啊，伊建设台湾，建设到1935年的时阵，就听我踮台湾开一个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是世界级的呢。你想看嘛？1935年，咱台湾就有法度人开一个世界级的博览会，和全世界的人会当来看。大家想会出来，日本人安怎经营、安怎建设台湾？30-40年呀，以及35年，1935，以及讲史政40周年的纪念，日本，哦。所以有一些历史的这些证件可以证明，我们古早台湾的水准是已经达到世界水准，不是像现在落魄掉在火车尾。啊，再来1937年到我1945年，就是有这皇民化的时阵，到他最后1945年4月初1，天皇诏书下来，讲要予咱参政权，老百姓会使，咱台湾的老百姓会使派参议员甲众议员去日本的国会，甲因同时决定
日本国家的大事，这就是证明讲台湾迄个时阵开始就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所以咱即马讲到下关条约的时阵，以后连续的在历史甲证据，咱同来了解阿基的读下来。好，即马下关条约暂且到这结束。第二个条约甲台湾的主权有关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日本就靠上战术，所以就爱甲人签台条约。啊，这个条约所签的，咧美国的旧金山，所以咱称呼讲做旧金山的合约。啊，当时签的，1951年9月初八。啊，1952年4月礼拜生效。啊，这个条约跟咱台湾的主权有关系，是多一条，一个是第二条，哦，第二条，日本放弃这个所在是日本政府，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理权。一切管理、管理名义啊个要求，甲台湾主权有关系。但是日本放弃了后，并无讲要给什么人，哦，所以咱一寡问题就是发生在这个所在。啊，除了第二条以外，第二条 F。内底嘛有写，日本放弃南沙啊，甲西沙群岛，同款一切管理、管理名义甲要求。伫咧契约内底，那规定讲，你着爱放弃啥？根据法律的逻辑，咱拄仔咧学诶，是毋是证明讲伊以前有即项物件？你若无这项物件，那会使叫你讲，你就爱放弃这项物件，对吧？所以这就是法律逻辑。所以即马咧争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这就是历史证据。什么人诶？历史证据伫遮，所以中国你免小心，你提无证据出来。最近报纸有报啊，菲律宾告啊，迄个荷兰。海牙国际法庭讲，伊咧甲中国咧抢一块岛，叫国际法庭做判决。国际法庭要求中国，你爱提出证据，讲迄块岛是你的。中国甲即阵提袂出来，啊提袂出来，唔甘愿讲我无买承认你即个法院，你个法官我无买承认，所以用这部的，哦。啊，大家知影，第二条有这个规定，影响到咱的主权。过来，这条台北合约，这是中国人上爱用的。讲根据这个合约，台湾甲澎湖主权已经。移交予中华民国，啊，咱来看有影无影？一个是第二条规定，讲签契约的两方，迄阵就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一个日本，哦，两个签约的两方承认根据。1951年9月初八，伫咧旧金山所签的对日合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以及南沙、西沙群岛一切权利、权利义务啊个要求。
这法律逻辑搁出来，就是我拄下来讲，在这个条约内底，中华民国承认讲，日本伫咧旧金山合约内底、合约内底，已经放弃台湾甲日本，甲平和，所以日本已经放弃的物件，哪有可能伫咧台北合约，搁好中华民国？啊，咱个注意，这个是日子。咱拄仔讲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9月初8日签的，啊，1952年4月28日生效。啊，这个台北合约是拄拄啊，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才签的。所以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壤，所以无可能伫咧这个条约内底，日本阁将台湾甲平壤提倒转来予中华民国。所以中国人若阁继续用这个方法要甲咱骗，实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啊，咱即马唔免惊互骗，白纸写乌字。证明足清楚，就每一个人拢会用去上网，拍 Google， 啊，就听好去找这个原文。所以无必要伤急，吼、哦。OK， 所以这三项，这三个条约会使讲，跟咱台湾主权有关系。啊，以后无任何的条约。有牵涉到台湾的主权，所以咱会使讲，台湾平和的主权，自从满清大皇帝割予日本大皇帝了后，到我即阵为止，经过旧金山合约，无经过旧金山合约，也嘛无透过台北合约，甚至任何的国际条约，各一处的转移。所以无转过啊，所以结论是啥？这就是秘书长在讲的，咱的日属，咱的地位，日属，台湾主权属日本天皇，原因在这个所在，哦，来，咱即嘛第二项，占领不得遗传主权，要用这个来解释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怎讲？所以，咱知影，到即阵，台湾的领土主权是日本天皇的。啊，是安怎？蒋介石的集团，那走来台湾，啊，不是伊的，对吧？伊那走来，麦帅第一号命令。普通命令第一号，好、哦、，OK， 大家怎样？现在，即马别做下奥利，较详细。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是什么人发的？美国总统批准，是麦克阿瑟公布的。1945年9月2号，啊，这日子对咱真重要，是安怎讲？恁有申请身份证的人，像亚洲，哎，对。所以这个9月初二就是咱的日子。伫咧浙江以前，住伫咧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啊，甲伊的后代，就是咱本土台湾人。所以这个日子，咱就要记好。是、so, 哦，啊！这个一般命令是安怎叫蒋介石来的？咱个了解看嘛。伫咧第一条 A 内底一下条的，写讲伫咧中国台湾啊个北纬16度以北中南半岛，就是北越吼、哦、北越，日本军就爱向蒋介石导航，
哦，啊，大家注意，这三个所在哦，无同款的所在哦，中国、台湾、北越，啊，中国阁毋是全国哦，满清阁无包括在内，哦，是安怎？咱即马看，伊这个 B、C、D、E， 啊，最后阁强调一条，讲以上所指派司令官是代表联军，亦毋是代表因的国家来接受日本的导航，所以日本军敢那向因啊，个是因的代理人来导航，即个有特别加强。讲你是代表联军，唔是代表你的国家。好，咱即摆来了解讲，美是啥？美就是哦，中国的这个满洲，啊个北韩，叫迄个时阵的苏联的将军去接受日本军的导航。是呢。其实迄、那个咱即摆讲即个北越嘛，南越啊个迄个泰国、印尼的部分，叫一个澳洲的将军去遐接受日本军的导航。你是琉球啊个其他日本。太平洋的都市由美国的海军，就是太平洋的海军总司令去接受。啊，伊呢，就是指南韩啊，甲日本的本土由麦帅，伊的时阵是算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去甲接管，所以。那哪讲到一般命令第一号，这个内容，咱小看下记的哦，以后才袂错乱。因为哪，搁刷落去，根据这个，咱会当证明中国人足侪好笑话，哦，听我甲证明。怎讲这张图，可能各位。以前有也捌看过，这张图，我甲讲这是叫做跨世纪的骗局，哦，啥物啊？中华民国甲咱骗讲，1945年蒋介石所派单于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这个讲叫做光复节，啊，伊踮咧这个公会堂门口。大这个牌啊，伊嘛写光复，啊，其实那是光复。比如说你无听啦，你甲咱加强要互咱了解，讲咱那是日本所在，日本建树的所在，哪有光复？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这是啥？这是日本台湾，唔是被光复，是被军事占领。啊、这张图就是证明，这张图就是伫咧共和党的内边，哦，那是台湾被中华民国光复，为何伫咧这个典礼会堂内底爱挂四支旗啊？这英国旗，这支是讲中华民国的。这支美国旗，这支苏联的，对吧？其他的国家的旗啊，无需要挂出来。所以这是你甲咱骗，这不是光复，是咧军事占领。过来，确定啊，还佫有一项会当佫证明。这张大家大部分的人拢唔捌看过，这张。
中国国民党给咱藏起，无要予咱知影。啊，恁看较注意，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倒一支？中华一支，这个恁敢捌看？唔捌，对吧？啊，咱较捌看的是倒一支？这支是海军旗，所以。迄个时阵，伫咧公会堂咧接受日本军的导航，所用的就是海军旗啦。蒋介石派来代表陈仪，是以军师的身份来接受台湾。所以迄个时阵，这个旗阿个唔是代表中华民国，哦。啊！大家呢？啊，个无要相信，我个证明我你看，哦，迄、那个老阿公啊，后边，迄一定是国旗嘛，对不？啊，你那阿个无爱相信，我个证明我你看，迄只多一栋诶，东景。他用的什么旗啊？对吧？所以免给人骗。啊，咱是安怎叫骗去呢？各位回去，会用的拍电脑，给电脑开起来，开 Google， 啊，甲拍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叫伊。拍給你看，啊，你就會用的，看到剛才那裡，啊，跟裡面的說明，啊，裡面什麼怎麼說明？他說在1946年12月25日，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明文規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将国旗头一摆入宪，用宪法规定。啊，大家看这个日子，1946年，所以拄啊。咱讲1945年的时阵，迄阵用的这个旗啊，也阁是海军，也阁唔是中华民国宪法所承认的国旗，所以因为中国。中华民国蒋介石迄个时阵走来台湾了，就有想要占台湾，所以伊在过当年将伊个国旗正式用宪法甲定为国家的国旗。过来，第二个骗局是啥物？甲咱写台湾姓。哦，爱下底都下底讲，中国战区台湾省，阿兰多啊，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列下，中国台湾甲北越三个所在分开，并无讲台湾是伫咧中国内底的一省，台湾那是中国的一省的时阵，伊跟他讲。中国甲北越安尼就好啊，为何那就爱特别安尼讲？事实嘛唔是，所以那么听我证明，受降典礼，这张是伫咧南京，这张就是拄啊咱看伫咧台北的公会堂。台湾那是中国的一省。投降典礼，跟他一位就会使，
那就爱办两位。所以有这两张相，咱就听我个骗，个证明讲，拄啊迄个确实是骗人的，不是台湾省，而是台湾战区。啊，而且台湾的战区是属于咧太平洋，所以咱即嘛知影，蒋介石来台湾，唔是来攻屋，伊是来军事占领。所以，既然蒋介石集团不是光顾台湾，而是代表盟军接受日军投降之后占领，军事占领台湾。啊，那呢？根据《旧金山合约》第六条的规定，你说合约生效之后，盟国的所有占领军应在90天内撤离，哦，这是《旧金山合约》的规定哦。那为什么蒋介石集团到今天没有撤离？什么人温准你？谁允许蒋介石集团可以留在台湾？而且凭什么？哦，这是咱爱问的问题。那将来各位嘛是着爱讲，咱的老百姓说明原因伫倒，应该真简单嘛。什么人温准的？美国，哦，啊，美国，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法理上也是依据什么？咱都阿干咪有看《旧金山合约》第23条，来这规定，讲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全国，因为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占领全国，所以伊有某一种诶特殊诶管理。啊，伊管理伫倒？咧第四条美诶时阵，伊话有写讲日本成立美国诶军事政务 ，OK， 咱 USMG 对遮造出来。那你用 USMG 美国军事政务，原因在这个所在。哦，美国、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务对日本啊，甲日本国民伫咧台湾、澎湖以及琉球等所在的财产，财产包括领土所做的处理有效，所以美国会使处理咱台湾顶头。日本人的财产，包括领土，原因在这，美国会使安尼，哦，啊，其实，咱个个想，有一寡事实，嘛是影响这个决定。这个问题，甲1949年10月初1，中华民国变作流亡政府。因为蒋介石、毛泽东伫咧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作流亡政府，袂当登入中国啊。所以美国才会允准伊继续住喺台湾。过来，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啊，美国惊毛泽东会来侵占台湾，所以才将蒋介石放在台湾，退美国人过台湾。啊，反正伊也无得走啊。啊，伊迄阵讲我是反共抗俄，啊，美国也讲好啊，安尼我兼派一挂兵吼，因为韩战爆发，美国就爱派兵去韩国去战争。
所以省一寡兵啊，唔免派来台湾，才叫蒋介石继续待在台湾。而且咱嘛用迄个证明，国铁拄啊迄张相是安怎？大家唔知道有注意无？顶下遮有一支国旗，遮嘛有一支国旗，遮嘛阁有一支国旗。啊，这三支旗啊，什么啊？都一个嘅，美国嘅。哦，台湾被光复，为什么要插美国旗子？你讲，美国人是主要占领全国。所以中华民国袂使甲袂记的，就爱甲尊重。是讲咱台湾人唔知影，吼、哦？啊，即马咱知影，过来，同款甲拄啊迄张，但是即马彩色的较水，看较清楚。遮嘛阿个有美国旗啊。啊，顶啊！这个古早号做日本时代号做光辉堂，即卖伊讲改做中山堂，啊，佫彩色的，会当证明讲这张图是以后才拍，对无？比拄啊一张无彩色、黑白的，什么时阵？同款，大家若拍 Google， 嘛看找这张图找到，伊标题讲号做光复五十周年。五十年了后呢，1995年的时阵所翕的图，中华民国，啊个无甲未记的美国人，啊是干那咱台湾人看无，未人看，唔知影，叫骗啊，戆戆说。好来，这张就拄啊，迄张啦吼。这两张可能你嘛罕咧看，这两张是啥呢？伊只字有写着，伊只是咧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中华民国建国百年是啥物时阵？2011年，对不？啊，拄啊，咱看这张的时阵是1995年哦，啊，2011年的时阵，中华民国咧庆祝100岁，为何那条爱个挂美国旗啊？这就证明，什么人温尊中华民国来台湾，留伫咧台湾，啊，结果。啊，个有这么多台湾人，啊个唔知呀，啊个摸这个功夫的神主牌啊，甚至个摸啊欢喜个，啊，各位，我看到这张图时是感觉足悲哀呢，咱台湾人去用。洗脑洗啊！即马脑筋拢转未过来，事实已经出现啦，啊，阁无必相信。所以各位替大家家己拍一扑啊！你今日会晓来，恁已经觉醒啊，对不？家在，有咱觉醒，一惊一个，免惊，事实。证明给你看，过来，走。所以蒋介石，台湾是被美国所温存的蒋介石的集团军事占领，不是被光复。所以咱对我来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所以美国。是受管者，蒋介石是被受管的代理。开始的时阵用一般命令以后，阁刷落去用旧金山合约的规定，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这个根据这个规定，安怎？这个就是咱所讲的美战原因伫遮。哦，虽然即摆咧过路的无看到美国兵啊，但是台湾的占领，这个军事占领，迄、那个管理是伫咧美国的手的。So， 啊，这张报纸的证明，这确定啊，大家若有时间去咱的办公室的迄个走廊，这张敢那因为有做迄个海报打出来，这就是哦，去年六月初九《自由时报》报的，啊，六月初八，习近平去看迄、那个奥巴马的时阵。美国 CIA 将1945年的秘密文件漏予媒体知影，所以《自由时报》的记者才去摕到哦，中情局的迄个秘密文件，讲台湾地位未定。啊，其实台湾地位毋是未定，伫遮有写条的，伊无列出来。其实这就是说，台湾到今天仍然是被军事占领。哦、啊，自由时报那个记者跳在用这个模糊方式，不知道要跟我们骗，还是他自己本身也不了解、哦、其实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走，啊，你现在大家知道，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台湾不管比什么人占领，比美国自己，还是比蒋介石的集团代理占领，拢同款，主权不能移转，仍然伫咧日本天皇的手下。所以，咱的日苏美战，咱就给证明出来，哦。OK， 我就来赶紧的，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最后这个收拾，咱要来个应用的台湾的国际法的问题顶头。请问各位，比美国温顺到今仔日，还搁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到底伊是虾米款的组织？伊的性质是虾米？咱根据历史来个下一个定义。1945年10月25日，伊比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台湾是虾米？代表盟军，对吧？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所以这是啥？在执行台湾的军事占领，不是降服台湾，哦。这拄仔咱也讲过啊。过来，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生效，所以。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蒋介石集团无撤离台湾，是因为美国的温存。啊，这个温存就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第23条甲第4条的规定，蒋介石集团是代理美国继续执行台湾的军事占领。哦，但是呢？旧金山合约还未签以前，1949年10月初一，毛泽东伫咧北京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台北。1949年12月，
所以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根据国际法，已经变作流氓政府。啊，这个就是咱在讲 Chinese Taipei， 哦 ，Chinese Taipei， 英文讲叫做 Chinese Taipei， 啊，原文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以后唔通讲骗啊 ！Chinese Taipei， 什么的中华台北、中国台北，讲一挂有诶无诶？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对吧？啊，证明我大家看，哦，2012年伫咧伦敦诶迄个奥运，头一天，这个旗啊，我往举出来，第二天就无去啊。伦敦的奥运，啊，第三天被自己造出来，这个就是流亡政府。所以以后台湾人啊，那对流亡政府出去参加国际比赛，啊，举自己旗啊，那唔免个拍服啊，那唔免个拍服啊，哦。啊，这不是干啦，国际安尼哦。这个新主牌啊，嘛有啊呢。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中华民国所写的，讲伫咧南京中山陵内底，佮徛这个王牌，中华民国1912年到1949年。建都南京，所以1949年就已经死啊，死亡啊。但徐老师讲，这已经变鬼啊，哦。所以，咱即马搁重复一摆，蒋介石的集团是啥物？1945年10月25日，一般命令以后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伊嘛是继续搁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但是这个中间，1949年10月初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迄个时阵虽然伊搁继续占领台湾，这个军事政府还搁伫个，但是有搁加一项出来，流亡政府。所以有这个表，大家看得出来。对，1949年10月初一开始，对这开始，伫咧台湾的蒋介石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一个是军事政府，一个是流亡政府，伫遮。所以安尼列出来，大家来看有啊。即卖伫咧台湾。实在是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呢，是咱即马模糊去，唔知影，因为拢共共迄个人代表，法官拢是蒋介石，所以有看无？哦，有两个无共款的蒋介石的集团。啊，因为安尼，所以讲可惜，有真侪人袂晓的，还是唔愿意辨别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蒋介石集团，而把他们混在一起。我甲你讲5分钟，大概小论呢，后裔伫咧后边，因此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安怎呢？以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哦，所以以后各位唔通去用骗去，阿妈唔通犯这个错误啊！中华民国唔是台湾，台湾唔是中华民国，因为台湾的领土不属中华民国，所以
流亡政府 Chinese Taipei， 不用的在台北就地合法，他一定要离开台湾。他如果离开呢，台湾的军事占领必须要美国亲身来，因为流亡政府没去了后，占领台湾那个军事政府也不可以存在，因为本身是流亡的政府，所以他不可以继续军事占领台湾，所以台湾的军事占领应该由美国亲身来执行。啊，那呢？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就应该变作正常化，咱的诉求就是在这个所在，哦，啊，真多事实也证明，中华民国已经在准备离开台湾了，您知无？您敢知啊？您知？啊，你也当证明呗？袂当证明，你拍跑啊？哎，拍跳个哦！我证明给您看，这个不是开玩笑哦，真的哦，您爱注意哦，爱看好清楚。这架飞机上的，美国的，对吧？啊，这架呢？这架还是美国的啊，对吧？啊，这是像的，这是谁的？你看好不？对吧？你呢？看较清楚的在写陆军，啊，这有一个马路口啊，插无去啊。古早就是国民党的迄个星啊。车联牌，伊即马插无去啊！吼、哦，啊，咱拄啊看，人美国的飞机插啊，一声互你看，你就知。啊，中华民国的已经插无去啊！即只 C-130 的运输机，无看半项，毋知倒一国的。啊，这只 F-16 嘛看袂出来，干那看讲遮有一个一只，嘿，哦，啊，这只讲最近买的阿帕奇，哦，头前嘛看无啊，干那边啊，在这个所在小可。808的那个号码看得出来，啊，这只呢，这就是那只808了，哦，啊，这个呢，这也没啊，没标志啊，也不知道谁，啊，这个演习装甲车，嘛拢无标志呢，什么人也拢唔知呢？你看，啊，这个2012年的汉光演习，你看这战车标志拢有看无？无看啊，现在都一个月呢，拢无啊嘛，啊准呢，干哪有嘛？这架讲我是郑和舰，啊，唔是像诶，啊嘛是有号码。这架讲我是拉法叶，嘛唔是像诶，哦，啊，这架咧，这架讲我是基德舰，是变美国诶啦，挂美国旗啊呢，啊，是安怎呢？因为马英九塞这架出去讲。跟菲律宾宣誓主权啊，
所以菲律宾唔敢阿怕，美国国旗伫遮，对吧？中华民国的船，哪会咧挂美国旗啊？哦，中华民国，所以藏喺后边呢？对 ，OK。哦，即嘛最后，过后大家看一下，2009年的时阵，自由时报已经报啊。宪兵要裁撤，无人要相信咯。但是这两天啊，会报纸前几天媒体爆料，这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呢。啊，伊的顾问古早是宪兵的顾，今嘛改做保全呢。所以立法委员啊，跟老百姓感觉讲足奇怪呢，对不对？所以证明宪兵无去啊呢。啊，这个呢，2012年 TVBS 播的啊，后勤走入历史，就是无去啊。后勤是咧重要，咧补给军队的呢，兵啊要穿的衫，要食的饭，要拍的枪支。拢后勤伫咧补给呢，啊，即摆后勤无啊呢？两分钟，过来，拄来迄个，去年5月的时阵，三军撤销，马上结束，哦，国防部讲只能做不能说，过来，洪仲秋的案件了后，立法院通过军法啊。军法案修改以后，平安的犯法改做司法判决，无军法。安尼是毋是虾米？平安犯罪拢不要紧啊？哪有迄落可能诶？一定是无军队啊嘛，对不？啊，最近几工啊，5月底时，也有一寡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去抗议说，连我们海军陆战队也要撤销了。英国出兵后去国防部去抗议。你看三军撤销，海军陆战队也撤销，宪兵也撤销，军法也取消。这样中华民国是不是准备要走了？有要相信吗？有吧，对吧？啊，这间啥？这间美国的 AIT 内湖新智，哦，伊那起真大间。其实，必须你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入来。好，拍摄，给大家耽误这样一个，多谢。啊，各位同学下课休息，用餐哈。林允中、黄前琛、庄抗本，这三位如果有在的话，麻烦找我一下，谢谢。